来一个即时的大海参，第一次吃这种海参，好紧张呀！这个是牙套糖，看着真吓人，我是真不敢吃它。你们给我一个双击，然后一个关注，我把它吃了好吗？记得一定要双击关注我。哎呀，搂个踹！海参，我只吃这么大个的，觉得够用的，老铁，来个双击呀！这叫美国螺纹参啊，实际不好吃。猪头肉，就这个肥的这块最好吃。有点烫。行不行？这造型，你们不都说看戴发带看够了吗？整个这个玩意儿戴上，你应该插在鼻子上插两颗葱。嗯，在鼻子上插两颗葱。插葱干啥呀？那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吗？不是。这个视频，如果你双击了，你一定会走好运。不信，你可以试一下哟。一天不吃肉，浑身都难受啊！黄金大熬煲又来了。这个叫不一样的麻薯，曲奇饼麻薯，我们来尝一下好不好吃。我这是什么味啊？抹茶，我这个是草莓。里面真的是可以拉丝的。有个老铁让我吃一个大块的红烧肉，就给我双击关注是吗？我做了一个多小时啊，双击我也不要了，我就想要一个关注啊。咱马上开直播啊，先秒个火龙果，秒完了记得来看我直播。爆浆鸡排啊，如果能爆出来浆，给我留个爱心呗。空心儿是假的。实力打脸，马上直播啊！吃个羊脖子啊！喜欢吃羊肉的，给我留颗小爱心啊！蘸点酱。一盘风笛。一拍小脑袋，吃几个给几个双击。